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根据转会记者斯基拉的报道，意大利前锋巴洛迪利可能在今个夏天离开土耳其超级联赛，前往瑞士超级联赛的球队石永效力。该报道表示，巴洛迪利考虑在今个夏季离开土超，离开他目前效力的球会阿达纳迪米尔，他很可能将会转投瑞士超级联赛球会石永。据闻石永对这位意大利一代神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。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面，石永一直都在考察巴洛迪利。下个月将年满32岁的巴洛迪利，上赛季由以月球会蒙沙转投土超的阿达纳迪米尔，在上赛季帮这队土超球会合共上阵33场，攻入了19个入球，交出了6次的助攻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